吾乃关羽关云长是也。哇呀呀呀呀呀呀！吾乃张飞张翼德是也。吾乃汉钟离大仙是也。吾乃张果老大仙是也。这都什么呀？演戏不像演戏，装腔作势。我不看这个，撤，撤，撤。赏，谢太后，谢太后。徐师傅，老臣在。你觉得如何呀？谢了，谢了。刚才看义和团上宫之时，老臣一边看，谢了，一边有了一副对联儿。哦，谢了。徐师傅的对联儿一定是好的。说说看。谢了，功夫不错。闯千古未有奇闻，谢太后。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至此京城未泯，为私事少留佳话，一惊一喜，长神威以寒以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啊，徐师傅这对联说得好。徐师傅坐吧。是。眼下呢，各国虎视眈眈，争先入我唐奥。以我大清眼下的财力兵力而论，断不可轻举妄动。可是万一西方列强不讲道理，挟我大清万万不能答允之事，我们也只有理直气壮慨低同仇。刚毅，奴才在。义和团精忠报国，神勇可嘉，你把他们整编起来，准备着为我所用。奴才遵旨。太后，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刚才看到的那些个鬼把戏全是假的，骗不了我。可那一条条精壮的汉子是真的，若是不能善加利用，可不得了，那可就是洪水猛兽啊。可要是用好了呢，起码是几十万的人力。若真是外交上跟洋人崩了，真的打起来，他们至少也是能消耗洋人弹药的炮灰。可究竟如何，现在还难说得很呢。你看，这都是真功夫啊，这都是大力神功啊。好，谢了，谢了。太后圣明。The impact of today's events is not the result of a single day, rather a combination of many events ove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Due to these events, this community met today to issue formally a diplomatic note to your government. 向贵国政府提出如下正式召会。I read.
The Emperor of the Empire has spent a great deal in understanding and working with Western civilizations. That, since 1898, he has been kept in captive by the Emperor Cixi. This has resulted in an uprising. Missionaries being killed, churches being destroyed, and finally, German consul Mr. Kolinder being killed in the capital city Beijing. Yesterday, your government appointed the former governor of Shandong province, Yu Xian, new governor of Shanxi province, and is known to be a friend of the Yunnan rebels. This has increased the concern of the diplomatic community and has led to a meeting of diplomats at the Spanish embassy this morning.各国公使日前袭击西班牙公使馆，一致形成如下决议：一，新国大皇帝必须解除囚禁状态，由各国共同指明一地，令新国皇帝居住，并立即亲政。二，新国政府既不能镇压义和团乱民。We'll provide you with military advisors from our own states to help you stabilize the situation in your country. 帮助贵国稳定局面。Number three, all of our ambassadors have received instructions from their governments that the Empress Dowager no longer be allowed to rule China. 皇太后归政，并永不复出。Gentlemen, we must leave.是向我大清宣战！王爷，拿来吧。王爷，拿去吧。死了啊！败了，总督大人，败了！大人，太后那边可正等着咱们打一场胜仗呢。什么？打赢了？打赢了！洋鬼子进军大沽炮台，被我军英勇击退，八国联军损失惨重，现在已经退回他们的兵舰上去了。快说说！咱们是怎么打赢的？昨天夜里，八国联军的兵舰对我大沽炮台不宣而战。大沽炮台提督罗荣光率全体将士一阵猛烈的炮火，击毁了洋人两艘舰船。但是天太黑，不知道击沉了没有，一定是打沉了。战斗十分激烈，我军战士非常的勇猛。天津义和团也前来助战，经过一夜的顽强抵抗，终于把洋人击退了。太后，义和团情愿报效朝廷，战斗中一形于色，民心急固，军气甚扬，勇往直前。好传旨嘉奖我大沽炮台全体将士和天津义和团民。多谢太后封赏。啊，快起来，起来，起来！谢太后。要我看呐。咱们就趁着这个机会不打了，洋人
打败了呢也就怕了，咱们呢就给他个台阶下，他必然会感我恩德，以后也就不会肆意妄为了。太后想与洋人讲和，到头来终归是要和的呀。依奴才看来，这个和讲不成。你这话怎么说呀？洋人已经发来了正式照会。照会？就眼睁睁地瞅着让洋人欺负我吗？微臣无能，万死不能辞其咎。奴才无能，万死不能辞其咎。你们死有什么用？我要洋人死。向洋鬼子宣战，打！向洋鬼子宣战，打！洋鬼子无礼而且无耻，我一让再让，他到得寸进尺，今天倒要骑在我们大清的头上，是可忍孰不可忍。甲午年间，面对日本一个罪儿小国，我大清败了。如今面对的是西洋十一个国家，开战。刚毅，你疯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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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声累了。秦爸爸，先去。是。你们都起来吧。谢太后。太后，皇上的话奴才不以为然，难道因为怕打不过洋人就甘心受他们欺辱吗？刚大人说的对呀，此一时彼一时也，当初我们没有打赢倭寇那是当初的事，今天我们敢向十一国开战那是今天的事。且不说我大清陆军骁勇善战，就看我义和团民何止百万呐，人人同仇敌忾，个个义愤满腔，民气可用啊！民气可用，匪气不可用。义和团乱民而已，朝廷利用他们向各国开战，这是拿江山社稷、万方生灵当儿戏。你怎么这么说？徐大人，义和团人数虽众，但未受军事训练，他们手中只有刀剑，甚至只有锄头，让他们去和洋人打仗，只能白白送死。太后，这两个是卖国贼。张大人，你不能血口喷人呐！不能打呀！不能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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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不能听他们的！不杀洋鬼子，我们誓不为人。对，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这个仗是打不得的呀！哎呀呀呀！我们就是要打垮他们。洋人有洋枪洋炮。我们是血肉之躯。哎呀！杀死柯林德的那个恩卡丹带来了，后压在殿外等候太后发落。我就不信打不过他们，老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呀、啊、不能担心这船带恩海。奴才叩见太后。松绑。你就是那个恩海。是。杀死德国人的是你。洋人都该杀。洋人很厉害的，这个朝堂上有很多人都怕他，你不怕吗？不怕，奴才没别的本事就能杀洋人。说得好。洋人也不是那样了不得的，大沽口炮台一仗不是打得洋人狼狈逃窜了吗？我本不想要洋人的命，此前还一直委驳重臣的意思，等待他们的改悔，国就在眼前，可这朝廷上
却出现了卖国贼，你说该怎么办呢？乱刀砍杀。好，今儿个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刚毅，你都听见了吧？来人，把这两个卖国贼给我拖出去。太后，这仗不能打呀，不能打呀，臣愿以死相见。摘去顶戴花翎。太后，太后，这仗不能打呀，太后，这仗不能打呀，太后，不能打呀，太后。恩海，为了我大清，你杀洋人去吧。说，这国难非自今日始啊。明朝的时候，葡萄牙人偷偷登陆我澳门岛，从此就赖着不走了，几经交涉，至今也没还给我们。我大清入关以后，国泰民安，咱们关起门来好好过了200年的好日子。可到了道光朝，英国人来了，他带着鸦片来了，洋枪洋炮逼着咱大清把香港割给了他，还闹了个五口通商。以后没几年，英国人和法国人合着伙又来了，把你们的先锋皇上赶到了热河。文宗驾崩在行宫，京师百官兴散，英法联军火烧我圆明园，那是我大清的万元之源呐。国宝让他们劫掠一空，又逼着咱们订立了北京条约，从此西洋可在我大清内地传教了，日后的祸根当时就这么种下了。以后法国人想占我南陲跟咱们打仗，日本人要占朝鲜也跟咱们打仗，这些都不再说的了。可大国也好，小国也好，强国也好，弱国也好，各有各的风俗，各有各的信奉，可为什么一定要信你西洋的耶稣和天主呢？这就整天是教案了。义和团起来了，他受不了洋教的欺负，他不能不起来呀。就这么着，我拿洋人怎么着了？我没怎么着嘛。小民杀了个洋教士，德国就出兵占我胶州湾。没什么，咱们谈谈。意大利趁火打劫，什么也不为，张口就要我大清的三门湾，这个叫我给回绝了。还有美国说要利益均沾，别的国家占了我大清的便宜他也得占一点，不能落下了。这都没什么，咱们都可以谈，只要咱们还能和平共处着。
可怎么着了？他是得寸进尺，居然要管起我大清的家事来了。俗话说，揭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可那洋鬼子偏偏就蹬鼻子上脸，居然要骑到我的头上了。你们都知道我呀就爱护个脸面，可我的脸面是谁的？是大清的脸面，是咱们老祖宗的脸面，我不护着点行吗？所以说呀，今儿个咱们遇到的国难不是今儿个一日的国难，是几十年来的旧恨新仇。这战争既是逼到这儿了，咱们就旧账新账一块算。这战争是洋人挑起来的，皇上说了咱们打不过，这就是说呢，打了就是个死，可不打也是个死，让人打死总比让人吓死的好，至少死得光彩。今儿个我把话说明了，我这是为了江山社稷向洋人开战，这战争结果尚未得知，要是仗打了还是个输，江山社稷还是不保，你皇上还有你们这些个大臣们到时候别归咎我一个人，说是我断送了大清300年的江山。臣叩请宣判。皇上，你旨吧。亲爸爸。好，你不说，我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洋人欺我太甚，竟致国之将亡。与其苟且图存，宜修万古，何若大张踏伐，一决雌雄？朕今日庄严宣誓，向英吉利国开战，向法兰西国开战，向美利坚国开战，向德意志国开战，向俄罗斯国开战，向意大利国开战，向奥地利国开战，向日本国开战，钦此。
这是伪诏。太后何等圣明，岂会发出如此诏书，向八个国家同时开战，岂会如此的愚蠢。伪诏，这一定是伪诏。我梁广绝不奉诏。肖帅笑什么？伪诏当然是伪诏，我胡广也绝不奉诏。大人，卑职和季职共同起草了东南互保议案，请您过目。嗯，东南富庶之地，国家经济命脉所在，一定得保持稳定，保住东南半壁江山，将来也许救我大清一命。嗯，我湖广牵头联络南方各省与各国领事进行谈判，争取达成协议，保住长江以南免受战火延绵。嗯，好主意。馊主意。嗯，洪明，说说你的好主意。大人，有些话汤生不得不说，西方联军侵我中华，此时此刻在这大是大非面前，不可失我民族气节。哎，顾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我们这些人……好，洪明啊，说得好，民族气节。嗯，民族气节是个好东西啊。我看这样吧，明日与英国领事会见，你去。哎，小帅，你就是我东南三大总督的特使，民族气节问题要和他们谈清楚。汤生顶不辱使命啊，回去准备吧。遵命。小帅，姓孙继之啊，我计算着洪明与英国领事访谈至少得三天，等他谈完以后你们再去谈。那哎，一切照香帅的指示去办。嗯，Your Excellency, do you love Her Majesty, the Queen of your country? Sun Yu Guo, of course I love Her Majesty the Queen. Very good. I also love our Empress Dowager. But Mr. Guo, I'm a special envoy of the three governors. That's right. But we must first make clear who is right and who is wrong. You see, we both have either Queen or Empress.May I ask your excellency what your queen would say and would do if the Qing Empire invades your country? Mr. Gu, you're very serious today, huh? I said if. Well, our queen must lead us to protect our country. Okay, if that is really so, now our empress has to lead her subjects to declare war against the Western powers. Is that wrong?I don't think it's those matters that we should discuss today. Your Excellency, if you can admit you are wrong, then everything will be easier in the future. Allow me to tell you something, please. Let me tell you frankly and sincerely, I am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invading countries should in no way whatsoever be in Chinese territory. Very good. Now we have the common language. Sure.I have a poem here. I would like to recite it and then hear about your comment. A poem? I think you would like to hear about it. There is a place which is older than England. There is a country which is more dynamic than America.
where there are 450 million brave subjects who love and follow their great empress dowager. I 真不明白，香帅为什么要派孤鸿明去，弄得咱们在这白白等他三天。你真不明白？不明白。还有，这李中堂一口咬定宣战诏是伪诏，我也不明白啊。吉之啊，在我盛宣怀的眼睛里，看得上的人还不多呀。青孙，你是说我傻吧？不，你太认真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认真吗？就因为事儿大，认真不得呀。你想啊，季之，宣战诏如果是真的，李中堂和张祥帅却不奉诏，那不成了抗旨不遵了？啊？所以宣战诏是假的，是伪诏。哦，哎，那香帅为什么要派辜鸿铭去呢？派辜鸿铭去跟英国领事谈判，这是香帅的大智大慧呀、啊。让辜鸿铭去唱唱高调，这是给朝廷看的。等我们的东南互保议案一出台，就上了政治保险了。这是香帅唱的一出双簧戏呀、啊。玩起这一套，老家伙们可是一个赛一个啊。哎，青孙呐、啊。我可没有你们这种大智大慧呀！啊，我倒希望国人办事跟你一样，直来直去不拐弯，把事情办成办好。哎，难呐！天津的地方咱们有多少人马呀？约15000人左右。怎么布置的？宋庆和马玉坤所率领的5位左军约5000名守卫天津南门，聂士成所率领的5位前军约2000名守卫天津西门，何永胜所率领的练军约1600名守卫城东北炮台和总督衙门，另外吕本元所率领的3000名淮军，直隶总督玉禄临时招募的2000名卢勇和燕勇，还有30000名义和团民可与驻军配合作战。洋人的军队呢？8国联军各国出兵不一，其中8000名日本兵，4800名俄国兵，3000名英国兵，2100名美国兵，800名法国兵，58名奥地利兵和53名意大利兵。说的是8国联军，怎么只有7个国家？德国人后来才赶到的，人数尚未探查确实。不确实怎么行啊？打仗的事儿，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丝毫都马虎不得。奴才一定抓紧把情况弄实。我刚才默算了一下，洋人的军队有20000多人，比我们的军队多，这怎么能行啊？北京城内现有20多万整编了的义和团勇，抽调5万精壮者留下来，配合我军拱卫京师。其他15万人与各地秦王之时会合，这样一来，天津的地面上咱们就有20多万人马。我不怕他洋人厉害，我就是10个打1个，用牙我也把他咬死。太后圣明，奴才还有个建议，将义和团民组成虎神营。虎神营，为什么取这么个名啊？老虎吃羊，神仙驱鬼，虎神打羊鬼，稳操胜券。嗯，好，
这名起得好。奴才请命，亲率虎神营与八国联军决一死战。好吧，积存的尸体有数里长，数尺高，三日也没清理干净。这不是战争，这是疯狂屠杀。但民族的荣誉并不在于残酷的武功，中国绝不是区区剑侠所能屈服的。Yeah.